春风吹微微。那看到每样都可以试戴看看。嗯，你在这里上班 ？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对，我在这边有一段时间了，在这边上班真的很幸福哎。我看里面园区超美的，对吧？就每天像置身仙境里面一样，很幸福。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缺人哈？职缺，印象中最近有开哦。真的？嗯，行销助理的样子。啊，这个我在行的，要有对，要有相关经验。我很有经验。嗯，那我带你上去找老板。好啊。走，老板娘您好。哎，美女，我今天来面试。哦，这是我的履历，请您看一下。哇，看起来蛮厉害的。嗯，我们目前有一个网络行销助理的职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哇，这非常棒，我非常有经验。哦，真的、哦？是。那您说看看。我从事网络行销已经很多年了，那也参与过几万人的大型活动，那与艺人呢、政治人物呢都有合作关系。真的，这么厉害啊！嗯。那下礼拜一直接来试看看，好不好？谢谢老板娘。你好。你今天是来晚还是来了？我上班了。才几天？对啊。我们老板居然让你这么短时间录取？对。那你之前做什么的？我之前做什么？就在 FB 按赞、留言、打卡，还有分享啊。就在 FB 按赞、留言、打卡，还有分享啊！行销业务助理，他没完善。我是小姑，我们是。我叫爱苹果的萝卜。我是小桑，我是小姑，我是卓爷，我们在卓爷小屋。春风吹微微。